好，到加油站加汽油，下去加油，加到跳枪，加油位是这个吧？九几的？九二的。九二的就放这里。加到跳枪吧。多少钱一升？我们看一下，6.68元。现在呢，我们就把我们的这个车加满，加满油呢，再过几个服务区开个300-400公里吧，我们再去把那个油加满，加到跳枪，我们看一下会用多少升油。现在估计能加个300块钱，加了281.82元，42.19升。一会儿到下一个加油站，我们看看能用多少油拉着这个房车。谢谢啊，好，我们现在出发。我们现在记录一下我们的公里数，这边是车40,475公里，啊，这样我才能计算多少公里嘛，因为现在准备出加油站了。把这个给它归零。好，现在归零了，到时候我们就按照这个计算它的公里数就可以了。好，哎，猪车呀，旁边是只猪车。我儿子说旁边是个猪车。看到没？都在睡觉是吧？嗯，都在睡觉。你看到没？你要不要搭他们的车，跟他们一起玩啊？啊！我想跟猪经理接触。你去闻闻味道吗？要不带你去闻味道。现在我们已经到这个加油站啊，大概跑了300多公里。加到跳枪，对，加完跳枪呢，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的里程表多少公里，然后算一下1.6两厢小车啊，就是这辆车拖着我们这个拖挂房车，它的油耗是多少？价格上一个服务区我忘了，中石化的价格应该统一的吧，跟那个浙江那边是吧？啊，不一样，哦，回头我还得看看之前的视频啊，它这个是6.68元一升，那边也是6块多好像我记得，它能加到多少？300公里，哇！我估计100公里10几升油肯定要的，能加30升吗？一共是加了34点那什么升？好，谢谢啊。OK， 我们现在看一下我们的里程表是多少？现在是340公里，这个不用算了，一下就出来了。340公里，然后是34.42升，10升多一点点的这个油耗。这次测试。油耗还可以，然后我们全程的速度啊，和大家说一下，